雷射雕刻的12大应用与用途一次详解。生活中的雷射雕刻应用商品随处可见，今天易生整理了12个行业与其常见的雷射雕刻用途，让你快速了解雷射雕刻机的广泛应用。一、广告标志行业，制作徽章、标志牌、各种门牌号码、招牌。二、模型制作行业，制作建筑模型、房屋模型。三、鞋类行业，标志皮料、商标、logo 等。四、珠宝饰品信业，精美雕刻饰品、雕刻装饰品。五、木材行业，用于雕花图案设计和生产。六、广告及礼赠品行业，用于雕刻各种双色板标牌、有机玻璃、梵蒂冈石屋、立体标牌、装饰礼品、灯箱双色雕像、各类奖牌奖杯、有机板浮雕立体花纹。七、汽车工业行业，轮胎模具、灯具、模具及装饰模具加工。八、烟草业行业，用于包装烟和防伪标志、模板制作和卷烟制造。九、模具行业，雕刻按钮压花模具、注塑模具、吹塑模具、冲压模具、眼镜模具。十、光学行业，相机光圈变焦部件和刻度处理。十一、包装行业，纸箱、包装塑料、模具制作。十二、印刷行业，用于压花、浮雕雕花。透过以上12点应用介绍，大家对雷射雕刻是不是又更加认识了呢？雷射雕刻拥有多元应用的特性，是您创业路上生产商品的好伙伴。若有任何雷射雕刻机的需求，也欢迎与我们联系哦。易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易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